那基隆市选委会在今天早上9点召开委员会议，最主要就针对这邮寄的工作，定调要以双挂号方式来邮寄，在邮寄查询单之后，逾期未予招领，查无此人或未寄回查询单者，我们招领后未寄回查询单者，基隆市选委会会依照综合事实认定，予以列为不符合规定的联署人。